第一届进博会的时候，我们是创造了一个300平方米的一个面积。我们呢是集团呢，我本来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奉承一个四大核心事业。第一呢是一个食品及外食餐饮，第二呢是一个生物科技，第三是娱乐及传媒，第三是物流及新流通。当时呢是第一届进博会的时候呢，是本来是个参加的产品都是一个食品为主，然后集团推广的是一个概念来参加的。所以我们那个第一次参展的时候呢，一个主要的产品呢是必拼果系列的这个方便食品为主参加。当时参加呢是一个我们是以前没有的一个产品，通过一个进博会亮相了，然后是一个受一个消费的一个非常的深度的欢迎。所以我们那个这次呢第二届呢是都我们是要参加的呢是个海办系列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呢是在韩国呢是好多种，所以这个产品呢是全部都一个引进中国市场的话，有些部分呢是一个还是价格方面还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是一个一步一步慢慢进来，创造健康快乐便利的这个全球化生活文化企业是我们西捷集团的个远景的。这次呢是我们的是带来的呢是一个为了一个新的消费者，年轻的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健康式的便利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呢是我们是刚才说的个海办系列呢，是我们是米饭、五谷饭、黑米饭等等系列的一个产品。这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技术来做出来的产品，一个都没有这个防腐剂的前提下，我们是常温可以保持9个月，然后是一个包装的一个容器的话，我们是一个小孩的一个奶瓶的一个材质来做出来的，所以微波炉里面是可以转一转2分钟可以吃的，刚刚做出来的是米饭一样的，是个非常新鲜的米饭。